新赛季对抗路传送阵的改动是否即将会成为打野重振边开的玩法？对抗路传送阵从原有的两分钟刷新到新赛季一分钟击杀空间之灵即可开启。然而这一改动相应给到了一些玩家调整策略进行对应。那么新赛季传送阵是否将会成为边开主流玩法？让我们一同来看看中意的这把开局思路。这把新赛季平均分1600的对局对位博标马超与职业博标姬小暖。由于传送阵的改动，中意宫本便选择了边开帮助前期劣势的花木兰。果不其然，姬小暖在未意识到中意边开之时开始了优先抢线，以至于遭到木兰一套沉默后便被中意抓个正着。好久没边开了。哎呦，这段快抢快抢，抢完赶紧走，有开吗？姐姐有开吗？边开达到二级后引领队友帮忙刷野，然而蓝区的队友只需看好蓝区不被反野便可达到中意想要的效果。刷完红区后，中意紧接协同木兰再次回到对抗路，此时二级的姬小暖正巧复活回到线上。虽说这波捕捉并未能将对方完成击杀，但至少为木兰分担了前期压力，成功将姬小暖压制住。随后一分钟拿下空间之灵，开启传送阵，中意立即传送回到中路。来小猫了，他打这个不敢来了。由于路人与职业之间有一定的实力差距，即便前期中意都将优势给到了对抗路，但木兰仍旧未能阻止被姬小暖线上单杀的惨痛经历。帮了你那么多步还能被单杀，老铁。木兰复活期间，中意紧接随同来到对抗路，姬小暖刚清完一波线，当即被中意逼出了大招。随后无规则的中意继续引领木兰回到红区进行一次刷野，将 buff 拿完后，中意第二个大招即将冷却，紧接中意再次往返对抗路，丝毫不惧木兰的职业小满再度上钩。在木兰将姬小满回推之时，中意立即二三起手大招将其控制，最后木兰将其追至二塔间，这才将其完成击杀。由于前期木兰未能将优势最大化展现，以至于中意在下路拖延了刷野区的时间。正如大家所担心的，还未等中意回防蓝区，就已经遭到了马超入侵。再加上这把对局队友的心思都在揣测宫本到底是谁，以至于前期夺得优势的中意经济落后了马超一截。给我吃中线吧，一星，你走吧，兄弟，不然经济跟不上了。那经济太高了，老铁，给我吃吧。被迫无奈，中意只能放弃被入侵的另一边野区，进行单独吃中线。我方木兰前期拿到全部人头的优势，仍旧被马超找出破绽，当场在二塔完成了击杀。木兰倒下期间，对方持续压进中塔，中意与桑奇躲进草丛，桑奇闪开成功击飞两人，却让及时放圈的大乔躲过了中意的追捕。随后桑奇再次倒下，形成连续掉落，让六分钟的中意被迫无奈连续放掉了第二波红区，直至七分半，即便中意将经济拉满，但仍旧是与马超拉开了几百经济差。与此同时，对方马超外出带线，遭到中意抓捕。我方桑奇探路给出视野，中意则是绕到后方围堵对方的后路。随后中意普攻与对方贴脸进行减速，大招跟进落地后，马超还想通过大乔传送撤离，但已经为时已晚，当场让中意找到了获胜的机会。马超倒下后，中意便拿下了前期八分钟的暴君，此时中意的经济便来到了与马超持平。刚拿下暴君，大乔便大招将马超几人传送至中路一塔，姬小满闪开残血桑起后，马超便打算将其收割，可没想到越到塔下，当即给到了中意所投的机会，毫无反抗的余地，当场又遭到中意送回了泉水。临近十分钟关键龙点期间，满血大乔在中路暴露视野，肆意妄为的行为瞬间被中意捕捉，队友跟进输出后便成功得以完成击杀，打了掉头。十分钟稳定拿下暴君，一旁正在草丛看戏的马超来不及逃跑，遭到中意宫本大招锁定，重重减速之下，又一次给到了中意翻盘的希望。拆至二塔后，中意给出对方撤离的假示意，随后带对方抛头露面，立即给对手杀出回马枪。最后不出意外，11分钟几名队友便被中意一人完成了带飞，结束比赛。请求集合。好了，好。哥了。我现在还有个极限能护住吗？你来吧，来吧。别打。哇，真强行带飞啊，兄弟，这把。对面一个国服中单，中单一个职业边路，一个国服马超。